来，你看，你看一下，你看这里，首先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个端贴的时候，先要把这个水晾干了，不然就像贴成这样子，这么脏。然后呢，我先把一块贴完了，然后我再跟你说要怎么样把它调得薄厚一点。像这样子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个角比这三个角稍微低一点点，不影响它的美观情况下稍微低一点点。然后再看上面这个角，这个角要凸出来一点，然后对角也凸出来一点，像这边的这个角也凸出来一点，它现在就是。这两个角高一点，这个角低一点，那这个角它就会高了嘛。然后你一直都是这种情况贴的话，它上面就会越来越厚，然后就会够厚了嘛。你一般贴砖怎么样调薄的这个技巧就是这样子，你懂了没有？哦，这样子。不懂。哎，这样子你都不懂，恐怕你要掌握这门技术，还要再学上一个甲子。Ha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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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